难知难见呐、啊，如幽昙花，稀有出现。我们在六道，在十法界里头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可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这桩事情啊，我们要多多去想一想。你看，今天我们就眼前来看，这个地球。啊，地球上的居民大概有65亿，65亿人，有多少人知道有佛法？这世界还有很多人呢，一生呢没见到过，没听说过。有多少？至少有1/3。这一生当中不见不闻啊，那么也可能有1/3听到有佛教。没有接触到，啊，没往来，光听说，啊，真正听到、接触到的，有没有1/3？没有，1/3要20亿人。啊，我们现在了解全世界信仰佛教的佛教徒啊，大概只有6亿左右的样子。不多啊。这60亿啊，这6亿人当中啊，就算的是6亿吧，6亿人当中。有几个是真正遇到佛法啊？我们现在讲佛法在这个世界上有6种不同的形式啊。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是教育，不是宗教有几个人知道啊，一般大多数的呢是宗教的佛教，宗教佛教就变质了，能不能得到真实之力很难。所以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啊，台中联社李老师每个星期讲2次经。38年没中断，一个星期讲2次，懂得一点佛法了。对，10000个念佛人才只有2-3个往生了，你就知道往生的人真的是不多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学术的佛教啊，许多大学哲学系里面拿着佛经开课程啊，他们不念佛，他们也不会求往生啊。新兴的有观光旅游的佛教，还有企业的佛教，有邪教的佛教，那就不必说了。所以一层一层的淘汰呀，剩下了没几个人呢。啊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很幸运呢。啊，人生难得，我们得了人生；佛法难闻，我们闻到佛法，而且闻到正法。
正法里头闻到第一稀有的法门，你可是走大运了，中大奖了。如果你不好好的抓住，中了这个大奖，拿去赌博，一下就输光了，那就可惜了啊！你要善于运用啊，那这个福报你想不永远想不尽呐！所以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缘。